要请他们三位一起出来了。好，欢迎一号、四号、八号出场。到底是哪三位这么有魅力呢？真假真假？哎、欸，很可以耶！哎、欸、哎，来来，姐姐，你们要去哪？很习惯的原理。来来来，三位一人一支麦克风。宏远，宏远，你是做什么工作？我是做那个。健身教练，然后现在还有在国小教小朋友划船，因为那个我 po 文的那一张就是我去比赛的照片啊，他就是身形很好的那个哦，阳光型的，对对对对对。好，那嘉玉呢？你是什么工作？我是宠物美容师。哦，这很 OK， 很有耐性的感觉啊。现在那个宠物美容都超贵的，对，我是买错重点，对。所以你平常就是很有爱心，很喜欢小狗。就平常生活中都是毛小孩这样子。哦，你自己有养毛小孩吗？有，自己养两只狗。对，最近有在想要养猫了。那现场大家都把你留到最后，哎、欸，那你有没有话要对他们说？哎，你要拉票啊，他们之后要跟你配对。不然我讲笑话给他们听好了。好，可以，可以，你说。我问你们哦、喔，你们知不知道电脑的妈妈是谁？脑妈，有毛母，哎、欸，脑母，脑母，没、欸，没有，没有人知道。电脑荧幕啊，电脑荧幕，荧幕，荧幕，哦，不好笑，不好笑，那我再讲一个可以吗？对不起，对不起， okay, 谢谢，这边到这边。哦，不是很重要。下一位，下一位。大家好，我叫 Nathan。Nathan， 你的工作是？我现在是一名学生。欸、你这张照片有点坏坏的样子。对，因为平常有在接一些外拍的活动。嗯，也喜欢 Nathan 这一类型的。我就是刚刚那个眼睛很清澈的那一个。是。哎、欸，他还自己称自己是眼睛很清澈的那一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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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请男生先背对着我们所有的小姐姐们，让他们来做出选择。如果他们有喜欢你，就会自动走到你的身后跟你配对哦。我想做一件事，你是不是想问说可不可以选淘汰这个人吗？我是说可以闻一下他们身上的味道吗？因为啊，我觉得味道很重要。好啊。那你想要闻谁的呢？可以三个吗？来来来，请服用。哦，很好奇，可以可以。哎、欸，小姐姐，不要客气哦。如果你们想要提出任何的要求，都可以去。好，找到你们轮流闻，好奇怪。这一群小姐姐到底是气毒犬还是怎么样？哦。好，我闻看，味道。哎，这是什么味？好怪的癖好哦。可以借我看你的手吗？嗯，哎，检查手。啊，好，一起看，一起。你们是打算要结婚了是不是？看那么久。嗯。哎，拿错了。哦，他们有种被检查指甲的感觉。真的。好，回到位，我们要进行抉择了。那要入监服刑，然后再被我们检查。好，如果你喜欢我们第一位朋友的，就默默站在他的身后，不要出声哦，就默默的走去。好，已经站好了哈。好，我们下一位，如果有喜欢二号朋友的，就走到他的后面。默默的，哎，哦，哎呦，好吗？好，那喜欢我们第三位朋友的，可以出发，站在他的后面。没事没事，慢慢来。哦，跌倒。好的。那我们要请男生转身，然后看自己有没有配对成功咯。好，请三位男生转身。哎、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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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们福利时间，哎，有什么想要对对方说的话？中文可以吗？有翻译，有翻译。哦，第二次见面。啊，你好。哎，我有。啊，我叫嘉玉，然后刚刚讲我是里面年纪最大的。啊。对，我32岁。啊，真的哟。他们是会不会是因为就是太年轻了不好意思选啊？也有可能。好，很高兴你选到我。저는그강아지랑고양이를엄청좋아해가지고뭔가잘맞을것같아서나니요양니지지요양성애완동물키우세요아애완동물은따로못키워요제가일이바쁘니까약간미안하니까그애완동물한테그래서이제맡겨줄수있는사람이필요합니다저는나니시환저의선你的对象吗喜欢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对所以你们就算是配对成功咯那来一个公主抱吧哦福利时间真的然后转个十圈안맞나 对, 对可以吗저몸무게많이나가는데아그래요어떻게하는지公主抱公主抱아니면이거하면안돼요이거이렇게 还是你手臂这样然后它可以挂在你的手臂上这样吗对아이거약간这么另类的要求조심하세요我够高吗呀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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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